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中国女星阚清子和小五岁的模特男友纪凌尘3年前在微博公开认爱，更曾合体出演综艺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大放放闪，近日却爆出俩人疑似已经分手。今日有网友在微博上 PO 出阚清子的朋友圈截图，文中写到我的青春喂了狗，更说如果一个男的说暂时不想娶奶，那他以后多半真的不会娶奶。而有爆料指出，双方早在几个月前就分开，只是碍于双方合约在身，所以并未公开。对于分手传闻，目前双方皆未公开做出回应。过去纪凌尘曾说过要在阚清子30岁时向他求婚，日前女方刚过30岁生日，男方却迟迟没有行动。而近日又传出纪凌尘劈腿维密秀超模王毅，虽然男方在事后透过工作室发声明表示最近都在工作室里，没时间出轨，谢谢，但并未正面回应是否分手。中国女星阚清子和小五岁的模特男友纪凌尘被曝已经分手。翻摄自微博。